好，那么看到这边呢，你可以换去看你的 CSI 了，对吗？ OK， 在 CSI 里面呢，你第一点看到的，因为刚才你看到你这个例子呢已经是68线，对吗？68线，那么接下来呢，你可以拿的 CSI 就是10减 6， 就是你的48线的。在这个荧幕上你可以看到呢，这个48线的 CSI 呢是193 ringgit， yeah? 是怎么样来的呢？它也有给大家分享一下它是怎么样计算的。你可以看到这个48线是 CSI， 还有68线是你的 performance bonus，Yeah, 加起来就是18线了。那么接下来呢，你也可以看到你可以追踪，如果你要去你的分数继续往上上的呢，你就可以达到98线，然后你的 CSI 就会18线了。Yeah? 那么接下来呢，在下面啊，哈，看到蓝色的那个 link 吗？ OK， 如果你点击下去呢，就是可以看到你的 APC 跟它的 order 的分数了。Yeah, 在这里呢，你就可以跟踪了解哪一个 APC 已经订了货，而且它的 PV 是多少，而且呢，它的 PV 是不是 Verified Customer Sales？ Yeah?